我第一次做 gym 嘅日子就系2015年4月7号。记得嗰排好多负能量，觉得做 model 其实好易会俾人取代，所以我想提升我自己嘅价值。我唔想输俾人，想做啲嘢去改变。单只系游水同跑步咁简单，我想同其他女仔唔同，练出有肌肉嘅线条美，所以开始学重量训练。开始咗做 gym， 好快就沉迷啦。试过一个礼拜做5-6日嘅 gym。我有兴趣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会上网去看看背后的原理是怎样，去深入了解这件事，理解自己做的是一件什么事。正正就是知道做运动是辛苦才有用有回报的时候，就会想坚持下去。很多时候人家会觉得自己做这件事不行的时候，我就越想挑战，为什么不给个机会自己去做好它呢？